接下来要请上的是梁文英，有请。Hello， 加油！谢谢。我想要先说，其实我真的蛮少来内地表演，来内地唱歌，但是谢谢很多那个叫什么弹幕哦。好激烈哦，还有人说我是来凑热闹的，我觉得很即兴，很现场的感觉，然后大家一起参与讨论还蛮酷的，所以大家继续，我觉得上面的那些字也有很多很多，对我们来讲算是动力，也算是鼓励，谢谢所有朋友们给我的加油。那我觉得不管批评也好，赞美也好，任何事情我觉得都没有办法改变我对歌唱的热情。接下来这首歌也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前辈歌手李玟，非常经典的歌曲，希望大家今天听了那么多的好歌，跟我们一样一起有一个好心情，所以我要唱这首歌就是好心情，谢谢。